台湾民调指出，蒋经国先生是台湾历任领导人中对台湾贡献最大的领导人，也是少数在台湾得到各界尊敬的外省籍政治人物。在台湾从政期间，多用台湾省本土籍优秀人才，全方位建设台湾基础建设，促进台湾的民主化及开放老兵们回大陆探亲等，化解许多省级的对立。他在台湾更有许多民间友人，一致对经国先生亲民爱民，做事有效率。他就像隔壁的大伯，完全没有官架，有深刻的赞扬及怀念。经国先生因时空环境因素，暂错在台湾桃园大溪。我们今天就来这里怀念这位时代伟人。朋友们，我是强尼。邀请您点赞和关注，到我的主页，你会发现更多的台湾哦。有问题写评论，谢谢您。